我要看看你凭什么这么嚣张。好，那你我就单打独斗，顺便解决一下百年的恩怨。既然你们想自取灭亡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堡主，娘，爹，堡主，爹，堡主，娘，堡主，林晓峰，都怪你。把我爹弄哪儿去了？别吵了。我真替丁隐和杨瑶池感到悲哀，当年他们还有资格与我一战，可如今你们居然连我一招也破不了，不觉得惭愧吗？你趁人不备，你算什么能耐？有本事咱俩面对面的打一场。